那接下来为我们付小伟搭戏的就是王小丽，还有我们蒋一山，还有吴云飞，来，掌声送给他们。行了，走，给我回家。回家，给我站住！你别碰我！你们仨，你们仨，我跟你说，今晚你把烟给我带过来。你干什么呀？干啥？那什么，有话不能好好说吗，青青？他先动手的。玉田呀，你怎么能跟你老丈人动手呢？就你老丈人再不是东西，他不也是你老丈人吗？你说啥呢你？不是青青，我不是那意思，我意思就是你不长辈吗？玉田他不能跟你动手啊！再说你老丈人都什么身份了，村主任了，玉田就动手，也轮不到你动手啊！我看出来，你俩是祖传来欺负我来了是吧？你别看你们爷俩，你就把玉田他爷给抠起来，我都不怕。放开你！行了，回家。哎呀，那人，你给我下来，上开！刘德，刘德，你干什么呢？你咋的？那什么，孩子不对，巴掌撇，打两巴就完了呗？你怎么吵吵家伙了呢？有你这么当老人的吗？我就这么当，爱咋咋地。刘能，你说话太气人了，我告诉你，气人咋的？刘能，你说不服？我服你啥呀？服啊？不服是吧？对，不服你出来，出来能咋的？出来我还能怕你啥呀？出来咱俩单挑。你咋这是干啥呀？你说当这么多人面，你咋丢人不？玉田，现在跟你俩已经不发生关系了，现在是必须用。武力解决了。哎呀，我求求两位爹了，求求你们别打了，行不行？自行车我不要了，独轮车我也不要了，你别打了，多大岁数了都？不打不行，现在这种状况，随时都可以擦枪走火，必须提前解决。刘能，叫号是吧？叫号，来你出来！哎呀，出来！咋这么犟呢？不，不用管。打吧，让他俩打吧。没人管。你出来。来！哎呀哎呀，这临打之前必须得先蹭一下了哈！哎呀，每回你都把脚那鞋都快蹭漏了你！我告诉你，刘能，这不叫蹭，这叫准备活动，知道不？哎，来吧，来，你走吧，刘能，快！哎呀，给我，来吧！哎呀，刘能，我跟你闹笑，你给我俩下死手，这腰给我撸一下。玉田呀，背爹回家。玉田，你俩都好了，你看着没？都走了。这什么孩子？我们替他出头，他溜了。亲家，你知道你为啥把叔不？不知道啊。真照事儿我都没服过他，何况你个赝品啊！哎，这个底挺好的，也谢谢王小丽、蒋一山、吴云飞的精彩搭戏啊！梁老师，准确的说，这个小品是一个全方位的照事儿模仿秀，也可以算得上照事儿这个形象的一个放大版。它的合理之处在于，就是头半截儿。有这个两位演员助演的时候，他基本上在人物里边待着，等这俩演员撤下去，这一块才是放大的、夸张的、荒诞的。